华西在地新闻，2009年的今仔日八八洪灾，这个莫拉克洪灾造成嘉义地区40000多户来淹水，甚至有人和土石流来瓦台。阿里山乡累积的降雨量超过3000毫米，来打破着中央气象局的纪录。交通断路的山区砖头将作孤岛。华西采访小组中回山顶的赖吉川，70年来，村民对重建各有想法，有人想要原地重建，有人想要搬落山脚，有人是想要搁入去搁到这个深山那内来起这个营救厝。经过10年了，做伙来看因的故事。冰山大水、土石流、莫拉克洪灾重伤嘉义地区。石头一直淋落来，阻挡阿里山公路第18线，生死瞬间，灾民惊到紧逃走。阿里山森林铁路总共损害290处，这场半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洪雨考验。嘉义县10个人死亡，2个人失踪，6乡30村对外交通拢中断。阿里山的降雨量嘛，创下历年来上最严重冲击这片观光胜地。记者重回10年前莫拉克的重灾区阿里山，当时阿里山乡小至农路，大至省道，经过全力抢修后才恢复通车。而山上地区包括来吉村、山美村、新美村以及茶山村等多个邹族部落，都因为大雨跟山崩造成孤岛效应，是整个嘉义县受灾最严重的地方。来吉村伫个周遭的圣山塔的山脚，洪灾时无人伤亡，但是真侪人因此流离失所，行过10栋重建路，也有医生的居民回想到迄暝，心内依然也过会痛。家跟小孩子的东西也是，宝贝的东西也都是，整个都会整个下去，对。眼眶还是会红，因为那时候真的这边是真的是黄沙滚滚。被带出地基依然有看到，为倒落去放下重新搭建。洪灾后，村民对重建各有想法，一个部落分作3个，总共126户选择原地重建。当时政府就是说要以屋换屋，所以有很多居民就是我的，我住的地方算安全，所以我不要永久屋，他不要放弃他自己的家园。洪灾毁掉游客来的路，居民将吉祥物山地变成是当地特色，而且发展手工艺吸引游客回流。因为工艺本来就在村子，那材料也方便，那我们就在地取材。迁移山脚的村民到这独立社区永久屋，加由八个部落居民组成，对来吉村落山的总共22户。对着外省游客生地市集设计用餐，每户永久屋的外墙拢有无同的徽帮雕刻，让观光客当感受到祖祖的风景。幻灯片哈，房子可以不要有，但是这两个一定要搬下来，开始要被迁离这个故乡了。那最挣扎，其实那一段时间。十栋光阴流转，有的人不适应山脚，重回山顶建造；有的人是伫个发展社区找出路，努力延续部落文化。另外一部分的来吉村民往深山千里，向政府争取着152的林班地，开辟出相水的秘境导演亚纳，这都好亲像世外桃源。41号永久屋，散插伫山间，每一个家庭拢有无同的故事。那个时候，爸爸莫拉克其实都会在想啊。万一有风灾的话怎么办？我当时离河床越远越好。就我的情况，我是住的帐篷，就是来吉田里面。老人说那边没有崩过，虽然那是人家的地，我们是住那边半年。没有做介绍的话，像是度假村，甚至是民宿，对不对？其实这边不是，这边都是动一动的永久屋。将热点跟游客分享，导演亚纳居民串联来吉村，发展部落小旅行，带动产业与观光。无论老地原址，也是新部落安心立命，来吉居民依然是心手相连。十冬过去啊，人好无？一群冬金冬美山林居民用行动甲咱讲，虽然心中的伤无可能痊愈，但是即马因已经变甲搁较强大。只要你能团结，不管他落到谷底，他终究会走到山顶的。